发灰太狼夸夸，可以助我一臂之力，给我点欧气，发六六六，避免被我克命啊！来吧！哇，到底是谁在发六六六？一点东西都没有，原地给我搞了很多的土，什么情况？哼，那我可要放大招了！哼哼，前两天我可试过的啊，什么六六六，什么夸夸，虽然不好使，但有一个必杀技，兄弟们，拿出你们最牛的表情包，我猜是第二个表情包，来发出来。接下来的三发必中一个钻石块或者绿宝石块，一、二、三，呀，全是六六六，完了！今天这期视频底下六六六少于一千个，我直接就把电脑吃了。我跟你讲，大于一千个，咱们直接吃榴莲，我真的是，我估计这个，完了，到底是吃榴莲还是吃电脑呢？都别吃了，兄弟们，我这刚才瞎说的啊，这个榴莲太贵了，电脑咬不动，咱们来点现实的吧。最后还剩46个，不拿你们开玩笑了。来吧，二楼，好几天了，这两天都没克你。哎，对，就是你，看视频的你啊，咋还看着吃饭呢？吃啥呢？大早上喝胡辣汤的吧？啊，吃油条豆浆呢？行，你先吃啊，用你10年姻缘，也就是10年单身，换我一个钻石块。哎呦，黄金要不要，兄弟们？黄金我觉得可以要一下，这64瓶 TNT 小药水。终于出了一个好东西了，我不满足，我绝对不会满足，我想要钻石块，我想要破千万，现在才433万，都不够我败家的，朋友们，有的方块可败家了，还没点好东西根本就不够开。哎，黄金，一个黄金少说也有100万嘛，这个我肯定得要的啊，这个我肯定得要的。哎，这还有一点点，再来一个，一组都不出一个吗？哥哥，我之前那么点都出了那么多好东西啊，好家伙，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视频，收藏视频，如果你特别喜欢叶枫的话还可以点个关注，这样以后我更新你都能看得见了。我是一个日更主播，一日三更，从不断更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突然感受到了力量，兄弟们，身后一股欧气向我袭来，这20个里边必出钻石块或绿宝石块，来吧，我知道你在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还好还好，兄弟们，有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我们还可以找商人再来点，坏消息是刚才那一组几乎啥也没出，我都不知道那大哥还在不在山上了。哥呀，你没被刷走吧，哥呀？我记得我走时候忘把那门关上了。大哥不会去云游四方去了吧？云游四方啊，我这个词最近说的不是在六啊，老子数到三，哎，开门，他害怕了，他听到我说话了。大哥别误会啊，我不是吓唬你啊，单纯的我就觉得我们得交易一下，再给我一组，最后一组。刚才是我脸黑，那么540万到1000万靠一组药水。到底有没有可能成功？我觉得是这里风水不好。哎，我开始拉不出粑粑赖茅房了啊，兄弟们，咱们开始用上这个玄学了啊。这边没人来过，灵气甚足啊，这里灵气充足，兄弟们一定能得到我们想要的财富。哦，就这么整我是吧？就这么整我，哥们儿，你知道这一组药水一组钻石呢？这可不便宜啊，哐哐的20个就该怼出去了，啥也没有啊，我开始难受了啊，我彻底难受了，兄弟们，我抑郁了。都怪你们发了那么多666，别发了，求你们别发666了，我啥也开不出来了。